举行台南市南区开南安居社会住宅开工动土典礼，祈求众神明护佑，一切工程得以圆满完成。内政部甲国家主体以及都市更新中心，伫台南市南区来兴建开南安居社会主体，13号来举行工程的动土典礼，拢在市长也亲自到场来参与。内政部政务处长花敬群、营建署署长吴兴修、国家主导中心执行长黄金茂、立法委员林俊贤以及侪侪民意代表拢到场来参与，来祈求工程会使顺利圆满。住宅、社会宅，从第一户在我任内开始，从到现在，我们已经规划了将近7000户，将来很可能会突破7000户，而且重要的是盖这么多社会宅没有拖垮市府的财务，我们跟中央合作，跟国家住都中心合作，那一起有的地方是我们出地，中央这来新建，有的地方像这个地方是中央的地，中央来新建。我们在台南的社会宅希望有社会宅的租金，新豪宅的享受。那在我任内第一户的社会宅已经动土，即将在明年就完工了。那在这边这个基地，我们非常感谢内政部营建署还有国家住都中心能够把这块市有地能够开辟成为社会宅。这个社会宅总共要花费将近13亿的资金，然后新建300户的这个社会宅，提供低价、品质又好、价格很低廉、品质又好的社会宅给这边新兴的社区以及年轻人使用。恩威特马来表示，开南安区社会主体位于南区中华西路甲新建路顶，临近盐埕图书馆、开南公园、观光工厂以及学校，甲市区的连接交通真方便。有计114年下半年就可以来完工。